2008年呢，当时马英九政府呢，他油电双涨，的确是造成了马英九的这个执政的声望非常严重的受挫。那这中间呢，当然也要感谢民进党的这个认知作战非常的成功了哈，不断的做大幅的宣传。可是呢，当时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国际环境。刚刚我还在跟费委员讲，当年这叫做输入性的通膨，因为就是国际油价大涨的关系，因为这个国际的因素，所以呢没有办法导致台湾的油电双涨。但是呢，今天台湾之所以要涨电价，是真的像民进党所说的国际性的因素吗？如果是国际性的因素的话，如果以2008年那个时候马英九执政，民进党的标准也是要口诛笔伐的，毫不可原谅啊！但是现在民进党就可以说是国际性因素，更何况民进党说的国际性因素，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可以容易戳破的谎言，因为他就说天然气大涨嘛。就说俄乌战争嘛，不就每次讲来讲去俄乌战争呢？现在对民进党唯一的利用价值就是告诉你说国际原物料大涨，好，天然气大涨。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台湾的发电要这么高比例的依赖天然气？这才是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天然气最贵啊，大家都知道天然气必须要进口啊，所以才会有大学生问赖清德说：“那万一打仗怎么办？”赖清德才说：“哦，在紧急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启动核电厂。但核电厂已经被民进党全部通通关掉了。要启动一个核电厂，起码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不是你按一个开关，明天就可以有核电可以用啦。这是一个笑话。那我们为什么高度的依赖天然气？这就是一个民进党错误意识形态导致的错误能源政策之使然。”所以使得我们不能够用最安全又最干净的核电，而这些都是欧盟所认证的，也是现在全世界民进党不是最喜欢讲最新的世界潮流吗？这就是最新的世界潮流啊！最新的世界潮流就是要把这些化石能源，包含天然气在内，快速的淘汰。第一个快速要淘汰的就是燃煤嘛，因为最脏嘛。但台湾不是，台湾反其道而行。台湾第一个要淘汰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最安全最干净的核能。科技日新月异啊，当年30-40年前反核当然有重大的核灾，但也包括当时人类不知道全球暖化的会导致人类文明毁灭的重要性。现在最新的报告，我们现在人类的我们地球的温度已经要上升到科学家说不可以容忍的1.5°C 了，马上就要超越2°C 了，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纪，我们就会目睹地球的毁灭。所以现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只有台湾反其道而行。所以再讲一次，不用核四，马上三千亿就不见了，3000亿人间蒸发，这是为什么要涨电价的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哦国际原物料涨，不是的。所以今天是因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民进党的顽固、民进党的政治作祟、民进党的反科学，才导致我们今天要一涨涨11%。哎，也因为拜俄乌战争之赐，所以全球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民进党不知道吗？民进党当然知道，而这在这个时刻，这叫做。这就是服毒一样的，吃毒药一样的，涨电价就是马上万物齐涨，无法避免。好了，那为什么民进党此刻还要涨呢？不，我刚刚就讲了嘛，不然的话台电就要宣布破产啦。那台电要怎么样宣布破产？还不是一样要开国库，拿我们的钱来补吗？所以我们的主计长啊才会讲说，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国库可以补贴的有限啊，你不可以把国库的钱通通搬光光啊，你还是要留下一些来啊。所以再怎么算，都必须要大涨。好了，民进党呢，每一次呢就开始用认知作战，用这种方式，真的把所有的老百姓当作笨蛋、当白痴啊，就说啊没有啦，涨11%。做一个面包店来讲，这个用电最多的这种小商家，也不过才涨2块钱而已，娘娘。这种没有常识的谎言，他也可以做梗图，然后大肆宣传。因为反正开面包店，还有认识开面包店的人很少嘛，所以大部分人都很好骗啊。
就告诉你们，哎呦，涨11%，其实哦，实际上算起来也没有涨多少啦。就这样子想要糊弄过去，哎，这就是民进党政府，怎么可能为他错误的政策来负责呢？更不可能下架他这两大毒害台湾的神主牌，一个叫做台独党纲，民进党不是最亲美吗？美国大学者不是叫他冻结台独党纲吗？另外一个就是反核四党纲，这两个害死台湾呢，所有的债，未来我们的子孙都要背。我不知道赖清德现在已经很多阴谋论哦，坊间很多的讲法啊，说赖清德要想方设法恢复台电，而且想要借国民党的手恢复台电。哦，现在国民党是国会多数，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就推给国民党，对不对？反正国民党到时候呢，一定会啊，这个看到台湾缺电啊，然后所有的工商企业啊没有电啊，老百姓很辛苦啊，所以呢，国民党一定会要求恢复核电，然后民进党就假装很痛苦，然后假装很无奈啊，就一句话说啊，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国民党是多数，然后赖清德呢就可以搭这个便车，有没有？解决了蔡英文这个开宗明义告诉你们说，2025年之后的不是我在走啊，阿伯我的事啊。然后赖清德现在就想要偷偷搭国民党的便车，闪过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呢，看能不能恢复核电。这种像小偷一般的政府，台湾人要醒醒啊，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7大保证，7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